震撼，壮观。没看到过就是北京的仪仗队吗？我带爷爷奶奶来的，他们从小给我们唱北京的地山上，然后从小跟我们说毛主席，说带他们过来看一下，体验一下。遥远的北京城有一座雄伟的天安门广场，上的升旗仪式非常壮观。他不是上学的时候有一个课吗，叫北京天安门那个课，他一直背，从三岁念叨到六岁，终于带他来了。好，咱们后。